怎么样啊，都进去了吧？哼，本以为是满堂彩，结果一个人孤零零的囚在家里过假期。哎，你被老婆踢出门，心里就这么阴暗吗？闭嘴！不过我说你，到底想不想娶沈雨？ 我给沈雨做了那么多年的闺蜜，啊，以您这个阴暗的心理替我判断一下，你说哪个身心正常的男人，不是因为各种条件的局限，才沦为闺蜜的？你这就算跟我交底？嗯，交底了。我就是爱她。 而且我一直在爱他，现在还有了开花结果的土壤呢。那你就该趁热打铁啊，魏教授。但还得犹豫。他说这个，他需要点时间、空间，还要再想想。哎，过来人给你点经验，结婚，尤其是二婚，就得脑袋一热，立马打火，别多想。 这越想越凹糟，越琢磨问题越严重。不坏，大家都是理智的人，啊！我跟你说，喂，哪位？沈雨啊。 不是啊，你听我说啊，怎么了？沈雨。 说他被猪油蒙了心，拿闺蜜打场，让我原谅他。魏明，你这，哎，干什么你？好吗？什么叫冲动？我去趟云顶那叫冲动吗？那叫危机使然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冷静点行不行？我怎么不冷静了啊？ 现在沈雨突然间变化，我总得问一个始末缘由吧。我这叫不冷静吗？还有方校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爱情，悸动、慌乱、不顾旁人，这就是爱情。他来了，我接着，他走了，我得追，我不可能让他从我指缝中轻易的溜掉。你是领导，啊，你管天管地管不了桃花，你有什么权利拦我？你喝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喝多了怎么了？ 我喝多了怎么了？喝多了就是醉驾，要蹲监狱的。等着，我给你找司机。伟林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
增设加油站的指标归我们了。恭喜啊！你这是出去啊？啊，我走走一会儿。去找沈宇。我得跟他谈一谈。还有什么好谈的？你真有可能要跟他回去吗？你要是小薇，我跟你只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，你管得有点太多了点。你说什么？欣赏我，听说我打算调回云锦，他很高兴，他说可以在我们母校云中帮我安排一工作。你干什么？你跟他师大教书的？其实还是在云锦好，你想，房子也不用买，现成的，消费又低，咱们俩每个月都可以存下很多钱，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孝敬爸了，你说呢？他在哪儿，我就会在哪儿。我决定了。沈宇，你知道我不想你这样的。这是我自愿的。李林，没有什么比我们俩在一起更重要了。回去我就告诉爸妈。先不要。一起去吧，看看爸，看看妈，好不？没关系，那您那边我跟他解释。你就是别太冲动。我知道我有分寸的。靠谱靠谱。有事儿。林娜，就是这儿，其实就是这儿。使劲这么一擦，太漂亮了。魏老师，沈叔叔、沈阿姨，正好你们也在，有件事情我特别想要说清楚。老师吗？啊，我们见过。沈宇，你招完一个又招一个，你讨不讨厌呢？闭嘴！我凭什么？你摆出一副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模样，又调工作，又表决心，我连挤兑你的余地都没有，我憋不憋屈？调什么工作？你早干嘛去了？你早干嘛去了？哎，小薇，有什么话屋里说吧。我才不进去呢。这孩子，我不想被围攻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华伟林，我拽你一起，不是我在帮助你。这一点我特别清楚，不是。你来了之后我就特别踏实，我什么事情都敢做，什么都敢争取，我觉得未来一下就海阔天空了。
我忽然不想一个人打拼了。没主意的时候，我想要有个人做主了。我也想要有一个人跟我说：“放心。”我知道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特别没有意思，像是一个三八在无理取闹一样，可这就是真的。其实是我需要你。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什么？就这么点破事，你不会自己解决一下呀？